啊，那么49年，在菩提树下开悟了。开悟之后没有出定，就在定中37日21天。也有经典说的是27日，都有根据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时间不长。说什么经呢？说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是什么呢？就是开悟了之后，将他所悟的境界给大家做汇报。那佛说了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，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只说了5句话，那就是他悟入的境界。这5句话跟华严经是一个意思，5句话呢，是全部《华严经》的纲领。那《华严经》呢，是5句话的细说，不增不减。啊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。《华严经》分量可大了。说完之后，大龙菩萨是一位等觉菩萨，跟文殊普贤、观音师之是同一个级别的，把他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。龙宫是发心土。啊，佛说这部经，不但我们这个地球装不下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3000大千世界也容纳不下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这部经是从自信里出的，自信没有数量，没有边际，啊，700年之后，印度出现了一位龙树菩萨，也是明心见性，啊，将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的经典，3个月就学完了。烦恼虽然断了，习气没断。啊，什么习气呢？功高我慢。啊，自己认为自己多闻第一了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大龙菩萨引导他入龙宫。在龙宫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是龙树菩萨 传出来的，龙树菩萨以前世界上没人知道，所以小乘不承认，这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。啊，小乘人完全是有四相，没有事实真相他不承认。分量多大呢？10个3000大千世界为成绩，1个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他10个大千世界为成绩，14天下为成品。龙树菩萨这一看呢，那
个傲慢习气马上断掉了，知道自己所学的太少了，太渺小了，不能比呀！啊，看到这么大部的经，心里很欢喜，但是想一想，阎浮提人，阎浮提是我们地球，地球上这些众生没有人能够受持，太大了，分量太多了，他还有中本啊，看了中本呢，也不是地球上人所能接受的，最后看小本啊，小本是什么？像我们像《四库全书》《目录提要》啊，我们《四库全书》可以比喻作大本啊，却会要呢，《四库会要》可以说是中本，《目录提要》是小本，《目录提要》只有五册，精装五册，全书1500字啊，会要500字。500册都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学得完啊，所以只把这个目录提要从龙宫里面带回来啊，他真有这个能力，他读把它完全背下来啊，所以回到这个世界啊，是他口里头说出来的。啊，所以南传的人不承认。南传只承认阿含，完全是看到的，这事实真相。所以佛说完《华严经》之后，出定了。参加华严法会是哪些人呢？通通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、法身大士。不是法身大士，他入不了释迦牟尼佛的华严法会，他进不去，他也找不到。化身菩萨了。那么《华严经》上幕后的一篇我们看到了，哎，游目犍连、舍利弗这些人，那怎么他们也会在那里？我们就晓得他们这些人有些是古佛再来，有些是化身菩萨实现，所以他能去啊，他不是凡人呐。这都是为我们表法。那华严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境界，本来的境界，要用中国人的话说，就是本心本善。那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把本善完全说出来了，善是好啊，好到什么程度都给我们做出报告来了，完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，所以说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那么这个三七日结束了，佛出定啊，出定之后没有人请法，佛就准备入涅槃了。
就准备走了。啊，近居天人看到了，是四禅天，无不还天里面有修行人。啊，那些人看到，哎，看到释迦示现成佛，赶紧下来，变成人的样子，代表人请法。这佛就注释，为大家讲经教学。啊，这一看，哪些人语言成熟了？一看五比丘，落叶园里头五个人，这五个人是他出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不放心，派了五个作为他的侍者，就照顾他。那他就把这五个人找来，给他们讲阿含。阿含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无比法。阿翻作无，阿含是无比，就这个世界非常殊胜，世间法跟他不能相比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法门可以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往生四圣法界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，十法界六凡是秽土、染污。往上去的四层呢，叫净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这里头住的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还有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都没有破无明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境界里头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啊，所以才清净。我们讲啊，不造业，六道凡夫造业，业有善恶，善感三善道，恶感三恶道。所以三善道、三恶道从哪来的？从心想生。啊，心想善，三善道；心想不善，就是三恶道，这么来。那修行六道轮回最麻烦、最不容易透脱啊，不容易离开。阿含能帮助你离开啊，阿含讲了十二年啊，也就是说，华严是对化身菩萨说的，不是对六道众生说的。六道众生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都不是华严境界，他们跟华严都没有分，就听不懂，他经也进不去啊，一定要发生菩萨，也就是超越十法界，就有资格入华严境界了。啊，华严境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菩萨的十宝图。那慧能大师开悟，那几句话非常重要，那就是整个《大方广佛华严》浓缩为四句二十个字，在中国文字微妙，外国文字里找不到。
啊，这二十个字展开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浓缩就这二十个字。